粉丝留言说，遇到我的时候，他说我骗他说我是助理，但又变成新团员是怎么回事？结果他就写说，哎，我是骗人，说我人品不好，就蛮激进的，蛮难过的。但是应该两三年，对，应该也不要见光死。没有啦，不是跟那没关系啦。我觉得有一个比较讲的不是事实的是，有一个粉丝留言说，他说我在遇到我的时候，他说我骗他说我是助理，但又变成新团员是怎么回事？但其实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以助理的身份去的，因为前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经纪人都会叫我说，你去当助理，去帮忙提东西、拿衣服、观摩，然后去观摩一下鬼鬼他们。但你就是还是要帮忙做助理的事情。然后那个时候粉丝一来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慌，因为他们都拿着手机，然后就我是助理，就是因为他紧张了，对，然后我是助理，因为我慌了，所以我就我是助理，结果他就写说我是骗人，说我人品不好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就蛮激进的，蛮难过的，蛮激进的。因为这个不是真的。队长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好。队长今天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工作中。分手了。没有啊，工作中啊，我在赚钱啊。之前那个电竞。对啊对啊。就没有了。他有祝福了，还有祝福。对啊，就是可能演出加油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演出会加油啊。那网恋你。拍到就分手。没有啦，不是啦，那好朋友啦。那时候就在玩狼人杀，这一群朋友在玩狼人杀，这样子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应该是两三年了吧？那两三年，应该两三年。对，应该也不会实际算到很多。两三年左右。没有啦，不是跟那没关系啦。